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啊！我们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四的晚上。今天晚上呢，将是特别的一个晚上，为什么呢？我们将迎来了我们的新浪女神，我们的 Jenny 老师。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惊艳于 Jenny 老师的这个漂亮的这个颜值啊，这个的确是这样。我们 Jenny 老师呢，明明是可以靠颜值吃饭，但是一定靠实力吃饭。Jenny 老师的实力牛到什么程度呢？首先第一点，大伙儿都知道啊，我们的 Jenny 老师呢，她是在新浪，然后呢，包括呢易居中国，然后呢，包括她一共是在做过三家纳斯达克这个上市公司的内容总监，所以今天晚上呢，Jenny 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的有关网络内容营销的讲座。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首先给我们的美女主讲人啊一个热烈的举手，欢迎我们的 Jenny 老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亲爱的小伙伴们，这个要举手的啊，这是属于这个叫做这个又有才华又有颜值啊。OK，好的，谢谢各位。好，那有关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呢？刚才呢，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录像，然后呢，给大伙儿放了一下。请大家猜一下啊，大家感觉刚才这个视频做得好不好啊？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视频呢，就是 Jenny 老师的公司，然后呢，初易这个互联网营销公司帮我们来做的。所以呢，这个我要跟大伙儿讲，校长。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虽然央视名头很大，但是呢，这个把校长这个，哎呀，是很多年前啊，比现在老很多的一个形象啊，这个而且是在，因为是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的采访，现在已经整整13年过去，校长是逆生长的，所以呢，校长看到这个采访特别特别的满意，因为呢，这个拍出了我觉得这个校长啊，我本人的情怀啊，而且呢，我觉得，哎，颜真值，的呢。关键是颜值。关键是颜值啊，女人很在乎这个的，这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相信女同胞们都会同意这一点啊。你把我拍得漂亮了，哎，那你就是我的亲人，对吧？所以啊，我要感谢 Jenny 老师，应该大伙儿底子好，是的，是的，校长底子好，底子好，大伙儿应该感觉出来。就是说呢，其实这也是呢内容营销的一部分。因为当时最早呢，Jenny 老师跟我讲，他说校长，维多利亚教育集团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但是呢，一直呢就是外界没有感觉出来我们的高大上，没有感觉出来了，我们帮了这么多人找到工作。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当时 Jenny 老师派他的摄影队啊到我们这边来呢，大约我们前后是3次的时间，哎，拍的就是说呢，还真的是你平常我们都特别忙啊，大家都没觉得那么重要，结果拍出来这个以后呢，很多学生跟我讲说，校长看的那个采访，哎呀，我对你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学校的这个企业品牌呀，要这样打造起来。所以今天晚上大伙儿呢将带来呢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晚上，好吧？那的确是正如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呢成立1999年，到今年呢已经是整整21年。那在过去21年呢，那我们已经呢历经了我们几代人的啊，这个我们的老师，像我们的 Jenny 老师，然后包括我们的员工，我们辛勤的努力。那我们现在有10个校区，包括呢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埃德蒙顿，然后包括美国的洛杉矶和硅谷。亲爱的小伙伴们，我知道每天工学营里边呢，都不只是只有多伦多的，还有我们其他城市的愿意学习的小伙伴，该有多么的令人喜爱啊！我们其他的小伙伴们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那另外一点呢，校长只要呢，就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我们是致力于四个方面的这种培训。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职场学院，帮助大家找工作，这是我们的经典啊，这个维多利亚的服务。另外一点呢，就是投资学院，最近的一段时间股市呢上上跌跌，那我们的投资做得特别棒。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把 Jenny 老师请到直播间，就是我们的创业学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 Jenny 老师今天晚上讲的，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来讲呢，就是对企业来讲是属于呢提升我们的整体的呢，这个我们的相当于呢就是这个 marketing 能力，对个人来讲呢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这是创业学院和自我提升学院，好吧？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每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到晚上8点钟，我们都会有15场不同的讲座，是我们课程的公开课。提前预告一个小小的秘密啊，Jenny 老师呢，如果大伙儿听完了觉得哎呀特别的过瘾，还想再听的话，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半有 Jenny 老师一堂精彩的这个讲座，大伙儿可以继续关注。那我们另外呢就是共学营，共学营呢，我们是在3月23号开始，疫情来临之后，我们带领我们的名师大咖走进了直播间，
没有想到现在已经是120期的共学营，帮助到了我们这么多小伙伴。昨天晚上还有一个人给我发，他说没有想到疫情期间呢，校长我比以前更忙了，也更加充实了。谢谢能够有这么多好老师毫无保留的纯公益的来分享。那我们这一期呢是我们的第8期，叫投资创业营。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次讲座呢，就是在星期6的晚上8点钟，我们请到了华尔街投资大咖刘烨老师来讲呢投资家，然后呢来给大伙儿带来一堂呢叫做财富成长高端金融投资俱乐部，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可以听一下。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共学营的小伙伴们，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的这个在右边的这个2维码，回复维多利亚就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共学营。我们已经到了第7个群了啊，我们是3500人在同时在线，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么短短的2、3个月的时间内，大家呢这个凭借我们的大咖各位老师的这种呢就是非常精彩的演讲，大伙真的是感觉呢言之有物，有收获。所以呢，共学共进，拥抱未来。好的，这是我们有关共学营的简单介绍。那共学营120期的讲座，如果万一漏掉了，到哪里去找？大家呢，我们都有视频。最上面呢，这是我们的公众号。那下面是我们的 YouTube 账号，大伙可以扫码，然后呢，可以找到共学营公益讲座，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开课的这个免费视频都可以看一下，好吧？另外呢，我们在11月30号会有共学营的一个特别专辑啊，也是作为我们一个跨年演讲，是校长本人自己来讲的，为明天的世界准备伟大的孩子。希望大伙如果呢想成为优秀的父母啊，可以来听一下。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入到，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等待我们的 Jenny 老师啊。我要跟大伙讲很特别的一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呢 ，Jenny 老师呢，是有15年互联网营销的这样一位真正的专家。为什么呢？一方面呢，他在中国，他是呢，刚才已经讲过，有4个最火的频道在新浪啊，包括呢女性频道，包括呢教育频道，现在迄今为止都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包括房地产频道，包括呢星座频道，都是 Jenny 老师创始的。而且 Jenny 老师在新浪呢，真的是凭着真本事啊，他是呢带领一个不到20人的团队，创下来每年接近2亿的营收。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对我们的主讲人肃然起敬，从而呢能够打开胸怀，认真的来听一下对我们终生受益的网络内容营销的一个讲座。另外一点呢，就 Jenny 老师不只说对中国的特别了解，来到加拿大以后呢，他创立了初亿这个2亿啊，他创立了初亿这个就是市场营销公司。那这个公司呢，维多利亚也是他忠诚的客户，然后也帮助了我们很多学员。所以呢，刚才我已经讲到，视频是我们 Jenny 老师的团队帮我们制作的啊。我也在请呢 Jenny 老师帮助我们在网上能够呢把我们的这种流量啊给搭起来。现在呢，大伙都发现疫情改变了整个世界人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得不从线下走到线上，在线上的生意或者是在线上的这种服务都变得越来越值钱，都变得越来越有发展前景。所以呢，我们不得不走到线上来。所以今天晚上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呢把 Jenny 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最后一点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我们的 Jenny 老师不只说是在这个他的专业方面这么牛，他呢同时在学识方面，他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2所中国顶级的学府，全部都是 MBA 毕业啊。所以你看，这个最害怕的就是比我们颜值更高的人，然后呢，比我们还要更加努力。那 Jenny 老师呢，恰恰现在要把我们的新浪女神，我们的这个营销女神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热烈的举手，欢迎 Jenny 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场干货满满的分享，要热烈啊，举手要热烈啊，因为呢，这个大伙都知道激情是第一位的啊。好的，谢谢 Jenny 老师，那我们现在开始了，谢谢大家，好。亲爱的，我们开始了，谢谢，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好的，好的，那这个很感谢大家啊。那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做一个小调查，就是之前听过我的课的同学能不能举个手，我看一下啊，之前听过我的课的同学举个手好吗？我看一下，因为这里头刚才有好几个老同学跟我打招呼说。这个老师我们进来听课了，因为我的老学员都知道我的课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更新课件基本上差不多每个月吧都会有一些这个新的然后信息，然后给大家补充。所以呢我想这个其实我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说因为
互联网这个营销呢，它跟其他的很多行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更新的特别快，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然后能够经常然后来听我们的课，然后这样的话温故知新，好吧。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页面调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我看一下啊，我们把今天那个页面调一下。Hello，Hello， 好，大家好，大家好啊！我看到很多老同学跟我打招呼，谢谢，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课程，我先把这个 share 一下啊。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啊，我们这个课呢是来讲这个啊北美的中小企业这个网络营销啊，有几个数据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同学你感觉到了这个互联网营销很重要，但是它有多重要我们拿数据看一下。那么我看一下啊，这哎，我先问一下各位同学，如果你听我这边声音 OK 没问题，能够在我们的这个 group chat 里打个一吗？在我们的 group chat 里打个一好吗？对，大家要学会一下这个，就是在这个有一个 more 的功能里头啊。对，好的好的好的，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就随时互动着。好的，谢谢大家，看到了，收到。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吧。这个是在2020年1月份，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北美的这个疫情还没有开始。那 Hootsuite 是一个很权威的一个就是研究互联网营销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么它每年都会发布一些权威的报告。那么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在它的这个报告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80% 的人叫 search online for a product service to buy， 在人们有 80% 的人们在决定要用什么服务或者说什么产品的时候，他会到网上去找啊。刚才我还在跟校长说，就是如果你们能看到我的这个那个图像的话，我刚才跟校长说我给他推荐这个啊，这个叫什么 SodaStream 我忘了，反正就是上次我在网上看的，然后它一个很好的用东西，你们不用管它品牌，我不是卖东西啊，就是它会把那个苏打给它用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家里接的水然后打进去。然后对于女生来讲特别重要的是，据说晚上喝这个水会有饱腹感，就比较会容易减肥啊 whatever。 这个我是在网上那天在那个 YouTube 看到这个的，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很好哎，然后我到网上去查，查完了以后哎不错，然后又查了查网上评论，然后我就买了啊。所以我可能疫情期间大家会感受到好多人都是在网上去买东西，可能以前可能比如说门口买东西更方便，但是现在呢在线上买其实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大家看这个数字啊，就是大概有 90% 以上的啊他们会到线上的零售店啊，去。你看像最近我知道那个大统华呀什么的，很多这种超市它都就是开了这种送货的业务啊，就是零售店也是一个特别多的在网上卖东西。那 74% 的人都是在网上购过物，那么其中从 PC 端买的是 36%， 然后从这个手机端买的是 52%。 其实就在刚刚我在这个 Uber Eats 上订的那个晚餐到了，然后因为我担心他到上课还送不来嘛，我就看着那个 Uber Eats 他有那个车子送餐的那个车子到哪儿，一看哦已经到这儿了，哦好了好了，马上进了，马上2分钟就到家了，就这样就非常方便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应该有，我想问一下这儿我们做一小互动啊，就是最近在整个疫情期间你有明显的在线上开始购物的请敲二，如果你觉得还是不怎么用线上购物请敲零好吗？最近明显增加在线上购物的请敲二，在我们的 group chat 里敲二，如果没有什么变化请敲零。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好多朋友说几乎天天买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这么
同学给我打 call，谢谢谢谢，很感谢。OK，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就是是不是大家有感觉？以前觉得说线上营销没那么重要，但是现在发现哇，几乎这个生活中，我个人感觉，整个疫情期间，我上次跟那个这个跟校长也说，我说我都几乎是3、4个月没怎么出家门，也用不着出去，然后真的是特别方便，反正购物我全都是从网上买，购物全都是从网上买。好的，那么这个。所以刚才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就是如果你是只是平时的感觉，然后你看一下刚才的数字，你要知道这是在疫情开始之前全球的一个数字啊。那其实作为像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还是中国，那尤其是最近经常回中国的朋友，就知道在中国那网上的购物有多发达。其实现在加拿大的主流社会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数字的这种广告投放和传统的这种媒介广告投放的差异，大家注意看一下啊，这有几条线，这个紫色线是电视的，这个黄色线、深黄色线，这是报纸啊，这个往下掉的很厉害是报纸，然后也比较明显向下的呢是这个杂志，这一条浅粉色线呢就是这个广播。而这个网上异军突起这条线啊，这条线就是互联网数字这个媒介的广告投放，然后这个是户外广告微微的增长。那么大家注意，它这一个时间点，这是从2000年一直到2020年。那么这个横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发现没？这个点报纸开始往下掉的，而恰恰是互联网开始往上明显涨的，这是哪年呢？06年、07年，06年、07年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移动互联网的这个 2G，也就是可以用手机发送短信了。所以这直接就，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在中国，当然有一个叫 BB 机的东西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北美有没有 BB 机，反正这个有了这个手机之后，手机可以发送短信之后，BB 机直接就被干死了啊。然后呢，大家再看后面这个电视开始明显往下滑的时候是什么呢？是12年、13年，大家看这个坐标轴，12年、13年又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呢？移动互联网 3G 牌照发放，也就是说手机可以拍照并且转发照片了。那么它让整个电视啊，包括哦，不对，是那个错了错了，是 4G 啊，4G 是那个视频。刚才说是06、07是 3G 是图片，然后 4G 是这个视频。所以大家想想看，现在很多的手机拍照也好啊，这个那天我看了什么呀？vivo 什么云台防抖，它是把这个传统的这种手持云台的功能直接加在手机里，所以在用手机一边跑步一边拍视频都不抖，所以你就想想看有多厉害。所以这直接给电视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呢，这个图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在2020年啊，也是一个权威的数据，然后统计的说用传统的那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平时会不会还是接到那个传单，特别是我发现加拿大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信箱里边吧，还是会收到这个纸质的传单呐、啊，或者信之类的东西。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打开率极差，然后回复率极低。但是呢，还有很多人还在做，因为如果不做这个，他就不知道去做什么。但是你知道吗？像这样的平均获客成本就要57美元啊，在北美平均获客成本要57美元。那么大家印象中电视，要知道它可比电视广告贵多了。所以如果大家还用传统的方式说，哎，我发个 flyer 吧，我去什么这个啊，可能你的目标用户有可能就是老年人，或者就是你的获客成本会非常高，那你真的还不如去打电视广告呢。那么杂志的平均获客成本是16美元，报纸是也是16美元，那么广播是10美元，那么户外广告是5美元，而到了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是多少呢？2块5毛钱啊，所以就差距是这么大，所以现在大家还不会用媒体、社交媒体营销，用网络来推广自己的
就真的就太 out 了啊。那么这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吧，我们以后在我们的具体的课上然后会给大家具体讲。我给大家讲就是刚才啊，好多人说哎呀你说我如果不用这种，因为好多人其实说我哎我做这个比如说电视啊什么报纸杂志包括直接投，我就是为了要个曝光。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曝光神器 YouTube 啊，你们很多人都看过 YouTube 广告，你猜猜多少钱？这是我们的团队给一个客户做的，之前是给他做的239，有25700个曝光。后来我们这个同事简直就是一帮啊好厉害，我觉得我们同事就是一帮特别热爱互联网营销，他们就在这钻研啊。然后他们又换了新的办法，用120块钱，然后得到了24600的这个曝光。那么每个其实他现在标是1美分，因为他最低单位就是1美分，其实每个曝光连1美分都不到。所以大家想想看，会做互联网营销的用这么低的成本去这个曝光和获取这个客户，而你只能用这种传统。所以大家想想，半美分跟57美元这个差距差到啊，你怎么可能能赚钱？其实我们有的客户就跟我说，说你别看我现在收入高，你知道我广告费也花多少钱？那么他这个被越来越高的这种广告费压得不堪重负，但是他又没有不会新的一个渠道。所以呢，这个是我的课，可能好多同学也都是这个朋友哦，感谢大家啊，70个人了，谢谢，这个就是很多同学知道我这个课，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哇，原来还有这么低成本的。其实我不光是做互联网营销，其实我真正擅长的是内容营销。什么概念？就是大家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是算是这个。像新浪网呀还有微博呀，包括易居中国，就是原来新浪房产啊，我是带着一个编辑开始做的。然后呢就是我大概15年以上的互联网营销经验啊。然后呢我在那个北京大学，就是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的就是整合营销的硕士。后来又在清华大学读了一个 EMBA 硕士。然后呢主要我擅长的就是内容，所以刚才校长就是说的啊，我们当时这个就是我是开创了很多频道吧，应该说以后有机会在大家来上我的课，我会在课上给大家介绍这些很多很好玩的。当时就为什么要想到这个做这个频道，所以就好多人都说，就是说我在中国互联网圈里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做什么什么赚钱，就哪个频道都赚钱。就比如说新浪房产，原来是销售做了一年就是不赚钱，然后市场部做了一年不赚钱，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听他们说折腾了他一年挣了不到20万，然后大家就很气馁。但是我记得我们做了半年吧，当时还是我自己立了精神状跟老板说，我说我觉得这块有前途，希望给我个机会我去做一下，那做不好我负责。然后就真的是觉得反正我这人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吧，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有机会啊，然后为什么不做呢？结果大家猜半年啊，才半年我们就挣了800万人民币，到第二年大概就是3000多万，到第三年就7000多万。所以大概差不多干到第5年的时候，一年就大概差不多1亿吧，就差不多。那人就是20个人，这就是编辑啊，我们销售就俩销售。所以这个就是内容营销的一个魅力。所以比起投广告的网络营销，内容营销它的就是带来的客户会更多，质量更高，转化更好，而他花的钱更少啊。所以这就是内容营销的一个魅力。那么这个也是我之前做了，因为我会比较喜欢尝试各种新的这种网络营销形式，所以我之前做微信呢，然后就是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有一个账号是5万多的粉丝，另外一个是10万多的粉丝。然后微博我当时做的最高是108万的粉丝。然后呢包括其实大家要知道，做内容营销不光是线上，你还要结合线下。有的时候因为像新浪那个平台它比较大，它不是光做 C 端的，它还要做行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 to B, to business, 还是 to customer, 还是 to B 端还是 to C 端。那实际上我很多同学都说，老师我是做B 端的这个 to B 的这个生意 to business 的生意，那我做网络营销好用吗？我说太好用了，因为互联网大家想想看，阿里巴巴靠什么起家？不就是靠着把这个就是线上 B to B 的生意做起来的吗？
所以呢，就是你要经过不断的这种尝试。所以像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就是销售的时候谈不下单子，然后他又带着客户来找我们，我们从内容角度给他出一个方案，那客户马上就买单啊。所以大概十几年，这种客户真是就是遇到上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我来讲内容营销，就真的发现，就是我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我跟大家讲，是每个中小企业主，你记着，你都是内容营销专家，你们都可以，只要你会了这个方法啊，你也能够做很好的内容营销，就是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你只不过是不知道这个窍门。而我是十几年的经验，我已经给他总结出一套程序，你就按着这个去做，你很快就能见到效果啊！就是成功是可以复制的，这是为什么我想来这个维多利亚讲这个课的一个原因。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们靠内容营销做到的，之前做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就是国际学校展，这是北京的这个一个地方啊，就大家可以看，就当时这个人是做到限流，就是大家不知道，因为当时他在一个酒店旁里面做的，大家旁边好多路是闪亮包打折呢，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多人排着队等着往上进，就是楼上下来一个，底下得上一个。那么像这么多人啊，你看这个活动也是这个做的满满的，早上九点钟的活动，八点半人就已经这个挤满了。所以就是其实这些是没有花一分钱的，这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从小练的本事。因为老板不给市场费，不给广告费，我们以前也都不知道去要广告费，就是靠这个内容，然后主题，然后这个来把这个影响力做到这么大。然后后来我发现说，哇，原来他们还可以打广告呢，他们还有预算呢，这个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但是这恰恰练就了我们就是用好的内容质量去吸引这种最优质的转化的这种客户。所以这个是我把它总结成一套课程，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刚才校长介绍了，就是说我们做这个 TrueE 这个其实也就是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么就是包括中国这边很多的平台也在邀请我们去讲课，当然他们会更看重我们在北美的这个成功经验，因为我们研究这个北美的这个网络营销也有三四年的时间了。而且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其实有之前包括有好多人在问说，哎 Jenny 老师，你这个是中国的，你很懂啊，但是北美的你懂不懂？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一个行业，你不可能说，哎，中国这种产品我知道，到了北美这种产品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不可能，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在2012年、2011年的时候做百度的那种 SEO， 那时候就关注谷歌。那么其实包括新浪微博，它本身就是在这个研究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这个产品之后大家也都知道啊，微信是这个想学 Instagram， 然后微博其实就是一开始是对准 Twitter 的，后来又加了一些 Facebook 的功能。所以我们是从产品级去研究这个欧美的这种主流的产品的啊。所以就是就是像这个中国现在这都是有几十个媒体来发我们的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就这些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不多说这些。我现在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落实在北美这块，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小故事，这是我这几天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说我最近就是每天都能够接到几个就是主要以微信为主啊，然后也有这个电话。我是特别鼓励大家来那个通过这个微信来跟我们联系。然后我那天是遇在那个超市的时候，那边那个 plaza 那个超市门口 plaza， 我遇到了我的那个原来帮我改衣服的一个大姐，她手艺真的特别好，大概50岁左右。然后呢我就给她打招呼，我说，哎，你们现在生意怎么样，开了没？她说我开了呀，我早就开了，我4月份我冒着风险我去上班，但是没有人客人来找我。我说呀，我说你什么时候开门了我都不知道啊。他说是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到我的客户。他说哎，他说真是没有想到说有这样的疫情。然后
其实我心里挺感慨，他当时跟我说你有衣服要改的要洗的赶紧拿过来啊，我说好好好，但我心里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挺，就挺替他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以为他不上班，然后当时比如家里要洗的换季衣服嘛，我就到网上去查了一下，然后后来我找了就是找了一个有一家店，他的网络营销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过去试了一下就。还不错了，然后我就已经在那边就固定在那边了，所以就是这个大姐，其实她的这个手艺真的非常好，人也特别好。然后她那天跟我说，她说 Jenny 怎么办呀？她跟我说那个她现在的生意，我说姐，你现在生意到底怎么样？你跟我说实话。她说实话说，她说我，因为他们就在那个。万锦第一广场那边啊，其实以往生意都好得很。然后他说我身边好多人生意不足以前的10%。他说其实这个5、6月份以来，有好多人是冒着风险来开店了，但是还是不行。然后就是大家一筹莫展，所以我就真的是感觉到会做网络营销的，在这个疫情期间不仅没有受损失，然后还把一些其他竞争对手的客户给抢走了很多。那么我还有一个学生的例子，这个真的是特别明显。去年他跟我学的网络营销，然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就是我当时教他怎么做那个营销型网站嘛。然后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个营销型网站，当时还是特惠，我记得当时优惠完了才2000多块钱。这个你们猜一下，他这段时间，这3个月，他那天跟我报喜，他说：“Jenny 老师，你知道疫情期间我3个月用这个网站挣了多少钱吗？”大家可以猜一猜，大家可以在 Group Chat 里猜一猜，把你觉得这个数字可以发在咱们那个群里头。你觉得是多少钱？也没有那么多了，大概没有那么多，6万多块钱吧。6万多块钱，对，就是3个月啊，因为后来他又没，因为就是3、4、5、3个月，就6月初他跟我说的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会做互联网营销跟不会做，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我现在学还来得来不及，或者说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反正疫情过了，我就不用再学了，不是这样的，好吧？那所以我们今天先做一小调查，好吧？我们。先看一下，在疫情之下，你能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这种生活和竞争？那么，准备好笔和纸，好吗？我们花1分钟时间来做一个1分钟的小测试啊，1分钟的小测试。今天我后面有很多的干货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多同学已经来77个人了。哎，我今天能不能突破100个人？因为上次我们还有大概差不多100个人，97、98吧。我希望这次能够再突破100个。今天我会给大家再讲点特别这个有意思的干货，好吧？这样吧，就是有很多的同学，就是我上次最近的公众号，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北美网络营销。然后有一个同学，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就是想看这些干货文章，可以去微信去搜索。北美网络营销有一个公众号，在这公众号里头，我会经常给大家免费分享一些这个干货。那么这个同学呢，就碰到就是说他被一家美国的公司就是告他版权的问题，因为他的网站用了别人图，然后呢让他赔偿4000美元。那么你们想不想知道后来我告诉他用一个什么办法，然后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想知道答案的话，就再多邀请几个朋友。咱们今天突破100，我就告诉大家这个答案，好不好？这个本来是我们的正式的付费课上会跟大家分享的啊。好，这个我们先来做这个小测试，好吧？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小测试。这个呀叫网盲测试啊，其实一共就10道题，很简单，每题1分。然后比如说第一题，在疫情期间，你可以熟练的使用 Zoom 远程办公学习软件，生活学习不受干扰吗？可以的话记1分，不可以的话记0分。那么在第二题，疫情期间你能否熟练的使用网络购物啊，缴费解决大部分生活需求？如果 OK 记1分，不 OK 记0分。第三个，你可否熟练的使用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 APP？那天就是我们有一客户。说那个啊，Jenny 老师，这个支票我这个写好了，
那个我怎么给你寄过去啊？因为他是在那个美国那边的。然后我说你不用寄了，你就直接拍个照片，正反面拍清楚了给我就行。然后这个，然后他说行，他说我他那他以为就是告诉我一下这个他已经跟我证明一下。支票已经开好了，但是呢，后来过一会儿，我就拿手机就给它存上了嘛。大家知道，像那个手机的 APP 都有一个 mobile 那个 deposit 的功能嘛。然后他说：“咦，我这个支票我还没寄呢，你怎么那边呢？好像我这边显示那个账已经划出去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哎，他这个手机就有这个功能啊。但是这点我跟大家讲，大家拍照一定是要清晰的啊，你就是。”大概要两千4000 KB 以上，大概就是就是最好是2兆到4兆以上是 OK 的。也有我那天还真第一次碰着这种情况，一大姐给我拍了一照片，200K，然后她这个相机是不识别的啊。这点我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平时这工作中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碰到过，所以这样我给大家提个醒，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同学是不是？不知道那个相机的设置问题，它像素太低了，那个不行啊。一般的，那个手机你不要给它做特别的设置，一般的内存都够。然后你要给它拍到那个像支票这种稍微拍的清晰一点，然后就能通过手机存哈。那么你 OK 没有问题就记1分，不 OK 记0分。那么如何避免病毒对手机、电脑的攻击，这点我真的跟大家讲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些道理，但是大家。就是没有这个意识，然后这个，所以反而造成对网络的恐慌。其实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有非常多的好的办法，就帮你避免这些啊病毒。那么 OK 的是1分，不 OK 的0分。那么还有呢，就是网络上对你和你这个品牌的恶意攻击，这个怎么去做啊？这个是有办法的啊。所以我的课上也会给大家讲，我是怎么自己，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说实话，这个可能因为我这个课经常说一些大实话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真正利用互联网知识挣钱的，我觉得这是棒棒的啊。这个，但如果你是利用别人的无知然后蒙钱的，因为也有不少这种情况，那这个是我们反对的。但是呢，就是我这课也经常说大实话，所以呢。就是也没断了被攻击啊，而且大家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互联网它的这个发展到什么地步，就是它有网上有好多这种专门去抓取别人网站信息的这种病毒式的软件，它是无差别攻击啊，不管你是只要它看着你这边有流量，它就会过来捣乱啊。那么你怎么去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包括对你公司的品牌或对你个人的恶意攻击，就是这个一定要提前预防，不要等真出了问题之后，然后再去这个什么，这个是啊，如果不知道我们就记零分喽。好，我们再看第二页啊，第二页就是这几个问题，你是否会用 Facebook、Ins、LinkedIn、Twitter 等主流的社交媒体获客吗？啊？至少有一家啊，你真的从这上获得了你的客户哦。然后呢，作为企业主和自雇，你的网站能给你带来客户吗？所以我发现咱们好多这个华人企业家的网站都是怎么说呢？就有点是这个，就是像名片似的啊，就是没有真正能带来这个用户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在课上会给大家讲到底什么样的网站能给你带来客户。还有呢，就是你是否了解竞争对手和同行都用了哪些网络营销手段？啊，这个不是说你只是知道他做了网站，他开了这个 social media，而是你知道他的网站流量，他的网站有多少获客呀，他都打了什么广告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啊竞争手段。还有呢，除了发公众号、朋友圈，你还知道微信其他的简单强大的获客功能吗？今天有很多同学都是啊，我们这个通过微信啊，或者这个其他的 social media 平台，包括我们的网站邀请来的啊，然后这个。还有，你知道 5G 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变化吗？就刚才我刚才开始说的时候，这个移动互联网有 3G 信号的时候能传图片了，然后报纸杂志纷纷的倒掉啊，然后这个 4G 以后可以拍视频传视频了，好，电视夸夸夸倒掉，所以未来有很多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带给很多的就是变化，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机遇啊，你能够提早知道这些。
预示这些未来，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怎么讲呢？我跟大家讲，这也是有一个科学的道理在这里，就像经济学家可以预测经济的发展一样，同样我们互联网行业专家也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的互联网带给这个世界的变化啊。所以把这些答完，好，告诉我你的分数是多少，每道题一分，然后这个不行，这答不能解决就是零分。来给大家，来我们在我们的group chat 里头打一下自己的分数，估一下自己的分数，你得多少分了？不错，八分以上，不错哦，有五分的二分。好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吧，这个是我们的测试结果啊。如果你是九分以上，非常棒啊，非常棒，你这个我就必须得说你是网络时代大赢家啊。那么六个以上还不错啦，还是需要学习。低于六个，我跟大家讲，低于六个就是网盲啊，就是网盲。所以这点是就有点像这个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很多的文盲，那个时候大家要扫盲，你会写字跟不会写字，认字与不认字差别极大。所以现在如果还想做生意的，请先去扫盲，不要做一个网盲啊，很可怕啊。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大姐似的，就是哪怕她的技术再好，她真的她的手艺真的非常好，但是这个我这么啊，这个 loyalty 的很 loyal 的这个客户就这样流失了啊。好，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我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互联网的营销史发展啊。就是很多朋友在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就说，哎 ，Jenny， 你这个做互联网这么牛，来来来，咱一块做一个门户网站，你看咱们这儿哪个门户网站多挣钱，哪个论坛多挣钱，你也应该来做一个啊。或者说，哎呀，你应该那个公众号啊，你这个那个公众号卖广告啊。我说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这个高新科技啊，尤其是互联网，它是有一个红利期的，就是在越早的这一块，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发展啊。那么最早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2000到2005年那个时候，门户广告的营销是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51.ca 啊，然后在这边做的就是那时候是新浪、搜狐、网易啊，门户广告营销。那么到2005年到2010年呢，就是搜索引擎。那么北美呢就是百度，北美呢就是谷歌，然后中国呢就是这个百度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哇，从搜索引擎来的流量是又便宜又精准，完全是盖过了这种门户的广告的这种营销的效果啊，就是客户就是留都留不住。然后后来呢，像新浪为什么他做微博，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真的是门户广告的形式留不住这个客户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学习了这个，像这个美国学习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又出了微信。那么这是2010年到2015年是社交媒体营销开始。那么到了2015年到现在呢，就是短视频啊，电商直播啊，像这里抖音快手啊，然后淘宝电商啊等等。那所有这一系列的发展，它跟这个技术的革命是相关的。2003年的时候是 2G， 就是手机可以发短信了。2007年的时候是 3G， 就是手机可以发图片了。然后到了2013年的时候就是 4G 啊，手机可以发视频了。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变化。那么这个是欧美的一个变化啊，它可能这个像 1G 是啥？就是大哥大，知道吧 ？2G 就是之前只能发短信的这种，像这个诺基亚手机。3G 就能发图片了，所以当时蓝莓也很厉害嘛。啊，到然后就是发这个视频。那么到了 5G 啊，我们的课上会给大家专门讲 5G， 有很多 5G 的一些对于未来的，这都不是设想，是实实在做的一些事情，而它会极大的影响这个像很多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职业啊，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地产投资啊，买车买房，然后孩子上学，跟这一切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好，那么有这样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营销，它是跟着互联网的一个技术走的。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叫降维打击，就是在中国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的互联网营销水平非常高？有没有发现，对吧？
就是一个什么原因？好多同学都之前还跟我说，说，哎，老师，你说是北美的网络营销发达，还是中国的网络营销发达？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技术上，北美，特别像是美国是非常好，但是在营销上，中国非常强。为什么呢？首先，它的技术在这里，在中国有650万基站啊，就是4G、3G、2G 的信号基站加一块650万，美国是350万，这个加拿大是40万。那你基站覆盖的面儿越广，是不是你的信号越好？那么像中国，它这么多基站，它能够直接分布到农村去，什么概念？就是那种农村啊，四线城市都不是的地方，连电视信号都没有呢。哎，农民直接用上手机视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快手啊、抖音呐、啊，尤其是快手覆盖了很多的，就是下沉市场。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这种应用场景是欧美没有的。你比如说加拿大，加拿大它只有40万基站，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这个 downtown 的这个地铁站里头，一进地铁站就没有信号，对吧？或者说稍微远一点地方没有信号。但是呢，像加拿大，比如说这种传统，比如说金融啊，它是非常的，怎么说，跟美国一样嘛，所以跟美国很近似，所以它这个基础非常牢。所以你让互联网金融进到这个欧美的金融体系里很难，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互联网金融咵一下就进去了啊，很快就覆盖。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为什么在未来这个中国，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领先，然后呢，跟它的互联网的这个技术这个相关。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最近吧，就这个月，上个月，大家可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Elon Musk，就是那个发火箭那个电动车的那家公司 Tesla 那家公司的老板，他们现在有一个新技术，就是把这个海事卫星定位的这个技术，然后用在这个移动互联网上。也就是说，他那个火箭不是能来回来去，就是来回用嘛，啊，就是反复使用嘛。那么他把很多的卫星打到天上。然后呢，我们在地下的人只要拿一个小盒子，就是那种海事卫星。大家想想看啊，像青藏高原也好，或者大海里头，因为你没有基站嘛，那你怎么跟陆地啊、家人啊、这个本部去联系？它就有一个盒子，就是海事卫星。那么这个海事卫星把信号打到天上的卫星上，卫星呢，然后把这个信号再打到那边，就是你要联系的。然后它这样通过这个办法来传输信号。好。这个 Elon Musk 就把这个技术给研发起来了，所以他很有可能会，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跳过的 5G。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做 5G 就是华为嘛，所以像这个去年也好，今年年初美国一直打华为，打华为打得很厉害。但是有了 Elon Musk 这个技术之后，美国的互联网它有可能直接跳过 5G，直接就奔 6G 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以后可能也不一定那么打华为了，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只是在猜测，因为Elon Musk 这个技术，因为我们自己行业内部人也聊过，很厉害啊，很厉害。美国的技术还真的是很厉害。所以在未来，到底是中国互联网更强，还是美国互联网更强？现在看又有变数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啊。所以刚才我说了，整个这个互联网的技术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公开课嘛，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开了来想一想。比如刚才我说了，像这次疫情，大家就发现，哎呀，住这个 downtown，住这个市中心好像不是那么舒服啊。包括很多公司以前想去这个 downtown 租一个办公室，哎呀，总觉得在 downtown 有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多么高大上啊。但是呢，疫情期间得大家全都在家里这个 Zoom 了，所以。如果 downtown 它并不是很多公司的办公室的首选，那么它会不会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 downtown 为了找工作方便住到 downtown 呢？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在家里购物或者在家里通过 Zoom 这种软件来工作学习，那么为什么还要忍受那么高的房价去住 downtown 的小房子呢？然后交通也不便利，停车都不方便，然后又拥挤，然后治安又差，对不对？那住在郊区的大房子是不是更舒服吗？所以这有很多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有了 5G 之后，就肯定是无人驾驶，毫无疑问是汽车都是无人驾驶，然后以后连红绿灯都不用了啊。那所以它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包括职业，就在未来3到5年，
会有相当多的职业就已经取消，已经消失了。比如各位可以想一想，在你上大学的时候啊，你上大学的时候，这除非说你今年刚毕业啊，那么一般来讲，想想看，如果十年以前你在上大学，你想想看，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有的很多行业现在是不是已经消失了？而现在的很多的行业，其实是你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啊。所以我就想，这是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很多有意思的地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关于北美华人。好，现在要马上要开始讲干货了啊，讲干货了。这个是快再去叫些朋友，好，我看这个参加的人又多了一些了啊，过八十了，再加油加油，再叫你的朋友来。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多报一些干货啊，因为是这样，学生学的越起劲儿，老师讲的也是越起劲儿。OK，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华人呢、啊，就是北美的华人社区，因为我们也有美国的一些同学，然后这个包括英国的这个朋友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好多这个我们这边做网络营销不是不想做，是不会做。第一呢，就是我们都是用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咱们现在好多同学，您就连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的，就是因为在中国我们互联网圈都知道，微信张小龙同学是对这个商业最不屑一顾的啊！过去这个腾讯是天天就充钱充钱充钱钱钱钱，但是现在就尤其是最近那个腾讯的那个跟老干妈那个事儿哈，就是斗鹅冤嘛，大家可能都知道啊。然后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好多人说腾讯傻白甜，其实微信真的挺傻白甜的，因为他的创始人张小龙就特别反对用商业去影响客户体验，所以如果你真的用微信。做营销你都没有被封过号的，你都不叫做微信这个营销。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很多人在做微信营销，实际上你们把微信的这个最对商户对营销最不友好的这个工具40%的功能都没有开发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遗憾的，我以后都准备专门给大家讲讲这个微信怎么来营销了。然后呢，其实微信真的是很小一部分。我就发现像北美的这个社交媒体呀、Facebook、Ins、Twitter 特别好。我们今年下半年会做一系列的这种推广，到时候我会把我的一些成果给大家分享来看。就包括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就是半美分一个曝光，然后那个转化率特别好啊，所以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有多好用，很可惜。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懂内容营销，其实很多的中小企业主都是特别好的行业专家，就是你们本身都可以有特别强大的内容产出，那么有了内容产出之后，你就不用去浪费很多的线上线下的这种广告费。当然了，如果你还在打报纸广告的话，我就说赶紧改吧，再不改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真的，这个不是我说报纸不好啊，但是我必须负责任的说，如果你还在用这种特别传统的这种方式，不管是这个报纸也好，什么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包括这种很传统的网络的这种方法啊，包括就是在公众号投个广告啊，这都太 out 了啊，太 out 了。其实有太多好东西。能用的还有呢，就是不注重线上的形象，网站海报视频的审美与主流社会差距巨大。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揭示，我这个要给大家讲，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又有好多人了，我们还差10个人突破100，各位同学加把劲，再去拉你们几个朋友。今天我会给大家讲我10多年的一个一句话说明什么叫内容营销，你们如果想知道的话，我就跟你讲，就一句话就给你讲清楚什么叫内容营销，你就回去仔细品这句话，好吧？超过100个人，我跟大家讲，卖给小关子。好，加油加油加油！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年轻用户流失特别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而且我这几次课，我就发现，我的天哪，我印象中90后用互联网玩得非常好，但是他们都来学，因为我昨天就有2个同学，他是90后的，一个企业家，一个是那个现在在学校在读的，他们居然跑过来找我学。我说你们已经玩互联网玩得这么厉害，你们还学？他说哎呀，我们觉得这东西太重要了，这个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年轻用户他们都在互联网上，所以你如果还不学网络营销，这个上次有一个朋友也是，他那个行业其实年轻人特多，他说哎呀这个行业怎么那么怪，他们都说年轻人多，我这怎么都是这个四五十岁的人，我说你的平台试错了，你的平台根本就不是这个年轻人目标客户用的平台啊。然后呢还有就刚才我说了带不来客户的网站，传单式的网站最可惜。又多了好几个人，好谢谢。好，那么我看一下好几个同学有问题是吧，我先看一下啊，这个 OK， 我看有的同学是在这个在我看你们在 Q&A 里头啊，我们交流是在那个 More 里头，在这个 Zoom 的那个 More 里头也有一个 Chat Group 啊，大家在那个 Chat Group 里头这个啊，在这个里头这个发言就行了啊，我看到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里还是有好多老同学过来听的啊，谢谢谢谢，也不是我光是我教的，也是你们努力的结果啊。好的 ，OK， 那个有一个大家互联网营销，特别是什么叫互联网内容营销啊？其实应该在这儿加个字儿，内容营销。好，我们先简单说啊，就是大家发现没，一般加拿大中小企业很多，什么叫中小企业？你做不大，为什么？因为你用传统的这种口碑，你去认识人。你去找人，你是不会超过150个人，因为这个有一本书叫《人类简史》，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是它上面是它的中文版，底是它的英文版。因为跟心理学家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人们几十万年我们的这个人类的发展决定我们一般的这个认识的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人啊，真的叫得出名字，然后这个啊跟他很熟悉，不超过150个人，各位，你真的不信，你现在去列那个，我们还真有一个同学特别逗，他特别认真啊，他真的是一个一个去想他周围的人的名字能叫得出来的，真的，他说老师没有150个，连130都不到，120几个，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你甭管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人类的几十万年的基因决定了说超过这个数字你就无法真正的深入了解信任和合作。那你说有的公司怎么互联网公司，你比如说像新浪之前就是它有上亿的用户对吧，那像这个 Ins 它有这个十亿的用户，那 Facebook 有20亿的用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20亿呀、啊，全世界连语言都不通。他们因为像 Google 是支持108种语言，然后像那个 Facebook 是支持将近50种语言，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这一切都不可能。所以什么叫互联网营销？说白了就是我跟大家讲了啊，大家讲好，感谢这么多同学。好，现在这个已经差不多100了，我跟大家讲。互联网营销就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啊，说白了就叫 PPT 生意。大家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吗？比如说你们是怎么知道 Jenny 老师的？大家把、啊、你们是怎么知道 Jenny 老师的请在我们里头打出来好吗？我们可以彼此看一下你是怎么认识 Jenny 老师的，真正见过我的人有几个人。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这种口碑什么这种就是线下的这种传统方式，真正见过我的人有几个？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啊，对，有从 Mixer School，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你要想啊，是图片是文字还是视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下。朋友推荐是一种，但是朋友是哎，对，朋友圈看到的，对不对？这好多人说朋友圈看到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网站看到的，对，还有呢？还有在搜索引擎看到的，哎，对，还有人说是视频，对，在视频里看到的，对，包括我今天在讲课是什么呢？也是视频，是直播视频。大家想想看，你们有多少人是见过我本人的？没有。那如果我用传统的这种营销方式要一点点去做，一个人一个人认识，然后要面对面讲课，可能我就不会现在有给上千个学生，就是一年不到的时间也上千个学生讲课，不会有这种可能。而我们后面的发展会更加快哦，这就是互联网营销。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所有东西包括我的教案是文字
我们的宣传海报是图片，我的直播也好，我的 YouTube 也好，是视频，对不对？好，那么互联网营销很重要一点，它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它就是一个 PPT 生意， PPT 生意，对吧？然后呢，它打破了时间、地域、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我在征集我下一个月的课的时候，我说好，大家请到我们的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叫 PPT 生意。我们就是做的是新浪这么多年就是做 PPT 生意，新浪靠 PPT 生意做了三个上市公司啊。好，这是我们的网站啊，那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主要在推的是我们的这个啊中文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会通过我们的 social media， 我会通过我们的 YouTube 视频，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微信，那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信息发出去啊，我们八月份都有一些什么公益课呀，就这些东西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公益课。那你需要去扫码，然后这个扫码，然后你要去在这个里填这些信息，是不是？这些都是我发出去的信息。然后你到我的网站来，你会看啊，我们都做什么？我们做培训服务啊，我们做网页开发呀，我们做 SEM、SEO 啊。你说这些是不是都是图片文字？好，我们又来了视频啊，我给你通过这些文字告诉你我们是谁谁谁，我们是干嘛的，然后你就再去看我们的视频，然后再往下呢，你看哦，他们还做网站，他们都做了什么网站呢？这都是一些作品，你看这是不是图片，是不是图片？然后这是我们的愿景啊，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是我们的视频，这里包括给维多利亚拍的那个视频，还有我们的博客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还有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这些评价是文字。你说整个所有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我所说的跟大家讲的 PPT 生意啊。所以那么它的一个区别就是打破时间和地域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可能是夜里睡觉的时候，结果中国那边的学员看到了啊，他看到我这个在中国的这平台上发的这个视频，或者我在这个一些地方发的文章，然后他就找过来了啊，他在我这儿登记了，注册了。那么还有地域啊，有时间有地域的差别，对吧？还有呢，就是人际交往，他可能并不认识我，但他在网上认识我。那么最重要的互联网营销是什么呢？不是你去找客户，我不找客户，各位同学，我从来不找客户。如果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就是客户约我见面，我从来不见。也不是不，因为疫情嘛，我胆儿特别小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是胆儿特别小，所以我就不见客啊。那一般怎么样呢？我们就是送啊，大家约个时间，我们在线上，但是都是客户来找我，所以这就是互联网营销。我们对外发出去的就是文字、图片、视频，然后我们让全世界各地不同时差的人，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找。就是互联网营销，好吧？所以记住这一点，这个今天咱们这个时间就没白花。好，记住，过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跟你现在讲，现在互联网时代啊，是快鱼吃慢鱼，而不是大鱼吃小鱼。互联网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得知识者得天下。谁了解互联网营销知识，谁就是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引导者。如果你不会互联网营销，你被淘汰只是早晚的事，甚至只是今年或者明年还是后年的事情。好了，为什么要做网络营销？其实包括自雇人士也是这样的啊，有几点大家可能要注意。第一，疫情之后企业如何生存发展啊？好多人都很多专家说九月份、十月份还要再来一波，但是其实即使没有疫情，很多人已经享受到了在家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处了。比如像我们公司，大家就都在家干活了，我们不要办公室了，连办公室都不用了。然后像 LinkedIn 不是已经确定了吗？对吧？美国那么多大学都说这个不用上学了啊，家里有小孩的都知道在上学，这个就是九月份了，就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们这孩子一年级就没在学校上过课，然后大学也都是在线上来做了 ，LinkedIn 他们的员工都是以后全都是 work from home 了啊。那么企业如何生存发展？这个时代已经变了，真的是完全的改变了啊。然后呢，大家也知道，这个九零后、零零后，其实包括有些八零后吧，我觉得很多我们八零后他都是这个，应该说像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都是消费的主力军。你以为九零后小吗？啊，九零后都三十岁了，那正是这个。
包括像购房这样的，都是他们是主力了呀。然后呢，还有就是降低企业的获客成本。刚才我说了，您得到一个客户，平均值您要$57，人家只要半美分，这个差距利润到哪去了？那么企业竞争不就是谁的利润高一点，谁能存活得更长一点吗？还有呢，就是你企业不做网络营销，不会做内容营销，你连好员工都吸收不到啊。所以我觉得我挺，就是我们的团队有这个多大的这个数学系的，有滑铁卢精算系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太聪明，而且他们真 devoted 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哎呀 ，Jenny 老师，你们是做互联网营销的，我们特别想学这方面内容。所以如果您还在那儿做传统报纸，你连优秀的年轻人都吸引不过来啊，包括合作伙伴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 5G， 这我就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所以呢。这个刚才我就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网站，那我跟大家以我们自己的公司为例吧，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在做这个也是我自己先拿自己的这个网站也好这些去试好了，我就会给我的学员和我的客户来推荐。那么这我给大家看个例子吧，这就是我们在一周之内是怎么获得552名新增用户，那我们就是用了 SEO 的手段啊。那么然后我们在课上都会给大家讲，那么这是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我们如何用120块钱获得了24600个这个曝光，每个曝光都不足1美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做了一次活动，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就是我们 email marketing 啊，这个很多同学我们大概下次课吧应该会开这个，以后会有单独的课来讲这个 email marketing， 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人做 email marketing 了，但是北美好像还真能够做得起来，还是这个尤其加拿大很多人还是用 PC 端上网，还是看 email 的。那么我们会教大家如何这个，大家可以看这时间啊，这是晚上9点多8点多还在不断的有人来给我们这儿注册啊。然后呢这一块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 Google My Business page， 然后这是之前的数字啊。哦，这个回头我们得把这个数字换一下，那个小助理这个记一下啊，小助理记一下，我们助理也在线上帮我记一下，回头把这个59改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是70多个了。大家可以看到，关键看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所以你就想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一家，我们其实做这个，My Business Page 这一块，大概也就做了半年吧，这还是一开始黑了，被人黑了，还是我一个学生告诉我的，然后我正好就拿这个教大家怎么来做危机公关，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做危机公关里面一堂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有1418个 view 在过去的28天，他们来看我们的公司，来了解我们公司。大家要知道 online marketing 这个行业一个点击是6块多美元啊，一个点击如果我付费的话，那么1400多个点击大概差不多相当于8000块钱广告费啊，8000块钱广告费，吃什么不香啊，对吧？那这不就是利润吗？你就是通过会做互联网营销，我这个节省下的广告费啊。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个点击量的啊？然后包括我是在这个3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现在应该已经900多个了，我在后面课件会给大家分享。包括我之前做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就是每篇大概差不多3-4千的一个啊点击，所以啊，这个是我们我现在在教的课，也是很多的同学在就是网络这个怎么做网站，怎么做短视频，怎么做社交媒体，怎么做 SEO。那么还有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关注公众号北美网络营销，然后我们有很多免费的这种活动啊。有好多同学说了解说想我们的课讲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4天的课啊，这个今天咱们是共学营啊，就是其实刚才我一开始我问校长，我说要不共学营咱们就讲点东西，咱就不说课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有好几个学员说您还是说说课吧，我们还是挺感兴趣到底能学什么的。所以这个怎么装 Google Analytics， 这是特别强大的一个免费软件啊！我发现几乎80%的我们华人的网站是不装 Google Analytics 的。做 SEO， 我一个这个之前一个学员跟我说，他之前花了40000美元都没搞明白什么叫 SEO， 上了我4小时的课搞明白了，这挺逗的。然后手把手教你营销型网站的7大技巧啊，然后你应该怎么掌握哪些数据呀、啊？
然后怎么做手机适配型网站。刚才咱们说了，现在这个上网都是年轻人，如果你要想要找年轻客户，你必须得把这个手机适配做好啊，等等这些，这个包括怎么来制作这个营销型网站的途径啊，这个步骤。还有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 SEO， 像 SEO 这一块呢，比如说到底啥是 SEO， 啥是 SEM， 真的就是我发现好多人都做了好几年都还不知道什么是 SEO， 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给你提供服务的这家公司是有点问题的。反正在我们这儿做完了以后，我们的学生吧，四个小时之后就完全非常清楚他到底要什么啊。就是我这个可以说我们是谷歌就是我们的 SEO 的就是非常好的教程，包括这个 SEM 就我们常说的这种谷歌竞价排名的这种广告。那么如何看竞争对手，一会儿我就会给大家看啊，我们课上就会直接给大家看这个比如说地产行业你的竞争对手的，然后包括给你教你怎么看报价单应该是花多少钱要什么服务。第三点我们会就是社交媒体，然后这是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如果你有很好的内容产出能力的话，这特别值得去了解一下。因为我做过调查，就是说我好多人为什么你不做这个社交媒体营销，大家说不会做，说第一呢不知道怎么注册，好，注册完了以后呢，最逗的就是自己还没去别人那儿找客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社交媒体是特别好的一个获客的一个途径啊，自己还没去别人那儿那个找客户呢，然后自己先被别人营销了一把，说天天都收到各种骚扰的这种广告，说天哪我怎么办呢。其实特别简单，其实就跟咱们那个微信似的，对吧？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你要不想在这个群里被骚扰，你就可以设置这个群里的人是不能够通过这个随便加你的，对吧？或者说我可以给他设置成，哎，你是不可以通过手机号，不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号来加我的啊，或者说你是不可以通过什么什么的，就有各种，你比如说最严格的说，你只有通过我主动加你，你才能加我，或者只有是我朋友把你推荐过来，我才能够加你，才能够加我。所有的要加我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我的认证。你看，这就是一种办法，你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嘛。但是当然了，如果你是营销号，你就敞开了加吧，谁加都行，不用任何的这种限制。所以其实像 Facebook 和 Ins 其实也一样，你如果不会设置，因为它特坏啊，这个平台特别坏。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包括谷歌广告，我就是在跟大家讲这个，就是 SEM 竞价排名，你就记得，凡是谷歌给你推荐的，谷歌广告 Google AdWords 给你推荐的，全都是又贵又费钱的，他们坏着呢啊。然后那个 Facebook Ins 也是，它给你自动设置成你啥都得接受，所以你就是一只肥美的羔羊摆在那儿，被这些老手们，然后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让人那个切羊腿啊。所以呢，这个要教给大家怎么说我们把自己保护好，我们还能从人家那儿抢客户啊。这个其实就是微博啊 Facebook Twitter Ins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就是快速涨粉。那就说哎呀，我谁都不认识，我怎么去弄客户。我跟大家讲，我国内的那些，因为我们有好多那个，就是我们那些都有圈子嘛，就是我们的圈子是互联网营销圈。我们最近我刚报名了我们圈子里一个活动，我们就是玩那个 TikTok。他们可都，我跟大家讲，这帮人都是玩跨境营销的啊，他们不是玩，就是叫千万俱乐部，就是进这个圈子里的必须你一年的营销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然后才可以这个。我看看，哇，今天人很多哎，不错不错不错。好，我今天跟大家说点这个行业的一些小内幕好不好，大家想听的在 group chat 里给我点个一好不好。超过20个人点一，我就想给你们讲点好玩的。对，给大家讲这个千万俱乐部的事儿。好，我就跟大家讲啊，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是这样，他们这么玩的啊，就是包括我刚报名了一个，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往池子里扔10000块钱，啊，就是人民币啊，不是加币，扔10000块钱，然后呢，就是做一个奖金池，然后我们要在这个一个月内达到，比如说10万，或者说
多少多少万的一个那个粉丝，因为每次挑战的内容不一样，我们的点不一样。那么达到了，然后呢，就是可以把奖金收回来。然后呢，达不到的人呢，这个奖金就不退还。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他那个放在池子里钱作为奖金被那些拿到的人那个去瓜分。那其实这就是一种玩法，就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因为我们就喜欢做网络营销嘛，我们就拿这个做当游戏来玩。那么大家要知道，他们人都可是在中国的，他们像这个连这边的网都上不了，所以他们是这个像 Facebook Ins 账号，你一般来讲你要有一个国外的邮箱，对不对？然后有些他们做开那个 Amazon 的话，他要有这个欧美的，比如说美国的这种地址电话，然后他们还要有 IP。 我跟大家讲啊，像你比如说像 Amazon， 如果你这个 Amazon 你开的这个账户，你的 IP 它不是你跟你相应的地点都不一样的话，你是会被商号的。所以大家就想想，他们是克服了第一要翻墙，第二还要再找设置 IP， 然后再这个要去设置邮箱，然后再用这个电话，他要申请这边的电话。而且还是那句话，它不是一个账号。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你说你做微信营销，你都没有被封过账号，你就不是叫真正的这个微信营销。所以同样，他们一个 Facebook， 比如说 Facebook 它一下注册是这个上百个账号，然后每个账号都圈几万到几十万的粉，然后时间就是几个月，然后就能达到一年上千万的销量，它是这么玩的，好吧？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互联网就它一个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无国界的，网络延伸的地方就是我们赚钱的地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希望能够大家从此以后要有一个意识。我这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说的那个什么一点啊，上次呢有一个小朋友来找我，他说他这个做了将近10年的互联网营销，然后呢他说他在多伦多本地已经小有名气，听得我直挠头。大家想想看，做互联网营销能只做多伦多一个地儿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互联网能够触及的地方就是你的客户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这个能够赚钱的地方啊。这个是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听了我的课之后要有一个。但是当然了，做互联网营销其实有这个好了，我报上名了，哈哈哈哈，太好了。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报名参加，因为他们那个，哦天啊，就是太火了。因为这个圈子里的人就很少，都是这个顶尖的高手，顶尖大玩家，然后你没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是这个不会让你参与这个游戏的。 OK， 好，我讲到哪儿了？对，就是互联网营销很牛的地方就在于说网络延伸到哪里，你的钱就可以赚到哪里，好吧？所以我会在就是很多的同学听完了我的社交媒体课之后，都是这个都说哇，完原来互联网还可以这么玩。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以前玩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你们是从用户的角度，但是我是从开发者的角度，就是当是怎么去研究 Facebook， 怎么去研究 Twitter， 怎么去研究 Ins， 我们非常清楚它这个平台的后面的体系是什么。所以我把它的玩法全都给它这个研究好了之后，我就非常清楚。所以我一上来我一看那个，就是当我第一次接触谷歌广告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一看这它只要推荐的肯定是让你花钱的，毫无疑问。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们知道这个 Facebook 上和那个Ins 上它有一个键叫repost 的键，就是让你马上就能够把你的这个发的帖子能够让更多人看到，然后你要付费。哎，你说哎，这花不了多少钱，10块8块也没多少钱。我跟你讲，我们研究过，我们专门做过比较啊，我们就同样的产品，我们自己拿自己的产品然后去练嘛。你们猜，你告诉我，你猜他给你推荐的这种广告方式跟你自己去做，我问大家，你猜他的花费差几倍？来，把你的答案打在我们的 group chat 里，把你的答案打在 group chat 里。
十位，哈哈哈，呀，不错哎，大家很厉害，鼓掌鼓掌鼓掌，猜对了，十倍，是的，就是这样的。OK，大家还有人问，有同学问说这个小白能不能听懂？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课比较受欢迎，这点是我比较自豪的地方啊，就是我觉得真正的专家会把很难的事情，就是科普，你知道吧？就是把很难的东西用很简单的话讲给大家，而且就是他可能有100种方法，但我就告诉你，你只用掌握其中10种方法就能赢，因为我只告诉你那个最好用、最赚钱的10种方法，你不要做成这个，其实有点像做菜似的。对，你说你学做菜，我就告诉你，教你炒几个特别简单的菜，你每次都能好用，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能够玩朋友圈，能够发 email，你就能够学明白这门课。这门课不需要你有 IT 和这个写代码的背景，那这样大家放心啊。OK，4000美金那个起诉案，我最后的时候会跟大家说，好吗？啊，这个，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以后我们的课会分，就是我以后会分简单的和高级的。高级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同学，就是我们的学生里，我跟大家讲，我真是我特别感谢，我特别感谢，就是说，就是跟维多利亚合作开这个课，因为这个也是校长给我一启发啊，这个校长就说，哎，你可以来讲课啊，你口才很好，你可以来讲课。我说我试试吧。然后，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个课，我认识了很多顶尖的华人的优秀的企业家。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同学有好多，他跟我后就课后他还跟我做咨询嘛，然后想让我们公司服务，我才知道，我的妈呀，我们班里好几个同学都是一年就是几千万加币的这种生意，然后几百万加币的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太优秀了，所以这些优秀人他们还去学，所以从这个60多岁的企业家啊，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投资人，然后到这个50多岁的这个就是差不多退休啊，然后自己创业的大姐，然后还有刚才我说了，就是很多90后，然后还有大学生，我们上次有一个是美国费城的小朋友，然后我说因为我们上课都互相介绍嘛，在校大学生大三。在美国上大学的，然后也来学，就是跨度非常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特别看重互联网营销对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OK，whatever，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通过社交媒体营销吧，就是你才会知道说，哇，这帮西人为什么本地人玩社交媒体玩得这么风生水起啊？我们是怎么来去获客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来。然后就是短视频啊，如果说2020年还有互联网营销的风口，那必须是短视频，那必须是手机短视频啊。如何用短视频去赚钱？如何去用手机去剪辑？然后怎么去做 SEO 广告？怎么去做不是 YouTube 广告？怎么去做 YouTube SEO？然后导流技巧？怎么写吸引人标题？就是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它不需要代码啊，不需要代码。然后包括形成病毒式传播的视频，它有什么特点？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花好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啊，如何用营销型网站带来客户？我这点儿先就是好多人就是不知道说，哎，这个网站到底有什么用？我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大家就知道了啊。这是很多地产经纪都非常清楚的。我们这是一个多伦多的西人经纪，他每年能够像去年卖出400多套房，这就是他的网站。如果你去他网站上看，平平无奇啊，就做得不错。但是看一下他的数据，这就是我跟大家讲，你要了解你的竞争对手的数据。这是我们通过互联网能看到的。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这是他每个月啊，这是我们截取了2019年11月份他的访问量，大概有18400个人。那么在其中独立的访问用户，这个是有点击啊，这是18400个点击他的网站。那么这里的用户是15200个独立用户，那么每个人平均看了1.5页，然后每个人在网站平均停留时间是1分20秒，它的跳出率是64%。跳出率是什么概念？就是跳出率越高，就证明你的网站不受欢迎啊。某一家公司，我当时看都惊了，就是它那个跳出率。我跟大家讲啊，那个网站，我上课的时候有这个课件，我到时候会给大家讲。它的 visits 3000多，有那个 visits 3000多，非常好吧？
一个月有3000多的访问量，相当不错了。可是你知道吗？他的 page visit 就是每个人去看他的网页次数是零，每个人在他页面停留的时间是零，跳出率是100%，这是什么呀？网站不会做，就是他白有了这么高的用户，是一个人都留不住，这就是网站的问题，这是网站制作的问题啊。好，我们再看。这个是我一个学生给我提供的，然后他当时就说，这个是我们渥太华一个同学，他说老师，这个我们渥太华这边有一个很牛的这个西人的经济，他们做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你能帮我看看吗？我说行，我说你把他网站给我吧。好，我一看网站，我说太厉害了，为什么？他这个网站很平淡无奇，我们看一下他的数据吧，他记得刚才那个数据吧，我们再看一下，回顾一下啊，18418.4 15.2 1.58 1分20秒 64%。 好，再看这个数据 13.7 13.1， 这什么概念？渥太华是不是比多伦多人口少多了，对吧？大家都知道多伦多大多地区多少人，渥太华多少人，那他的 visit 居然是差不多，一个18000，这是13000啊。然后他有那个 visitor 跟这个 visit 非常高，这就证明他的精准用户非常高。然后这个厉害了，刚才看的是一是多少？1.58吧，看这个是多少？4.17，这说明它的内容做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数字越高，证明你的网站的可看性越强，大家在你的网页上停留的时间越高。你看2分50，果然这两个数字一定是相互呼应的。那么这个数字越高，这个数字一定越高，就是他看的页面越多，他一定停留时间越长，同样他的跳出率一定是低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数比刚才那个数高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两个数字，这个数字一定更高，这个数字一定更低。看一下，看到了吧？果然啊，果然。那么这一家它其实是在多伦多所有做房产经纪的人都知道它的，很有，很早他们就做 SEO， 然后做很多的这种广告，然后就是通过互联网大量的获客，他做了大概有10年了，我看他的网站大概有10年了。这个是一个85后的西人那个小姑娘，三个小姑娘做了3年，她就成为多伦多，不是渥太华西人经济第一啊。我们的华人的同学，我们的学员说，我已经累死了，累得要死要活，我怎么就是做不过他？我说你看人家网站厉害啊，啊，这就是竞争。好，我们华人的网站企业网站。通常通病就是不做数据监控。刚才我说了啊，你的网站的数据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就是照猫画虎做了一个。您画的是猫，那不是老虎。网站是一个老虎，网站是能够给你赚大钱的老虎，但是你们很多人拿它当猫用啊，你拿它当小宠物，高兴的时候给别人看一看，你根本都不知道你浪费了一个多大的好东西。那像有些公司已经做了10年以上的，如果你当初要好好做一下你的网站，你现在那个网站的转化量是不得了的，你什么广告都不用做，天天做着数钱就够了。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些国内的朋友，他们大概做到1000万级，大概差不多4到5年吧。平均4到5年，我们那个领头的那哥们儿，他是做他2014年做的，2014年还那个就是刚从找 VPN 开始，就是他得翻墙啊。中国有一个很 Great Wall 防火墙，长城防火墙，他2014年的时候连翻墙都翻不过来的时候，然后做到现在已经1年，他团队20个人不到，1年1亿人民币啊，就是这个啊数字啊数字监控。然后做站内 SEO， 好多人不做站内 SEO， 就很多华人网站，待会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概念啊。然后呢还有不做手机适配。好，我给大家咱们举个例子吧，就用我们网站举个例子吧，给大家看一下。好，举个例子，这个刚才我给大家看了啊，这是我们的网站啊，我们的网站这个什么概念呢 ？SEO， 因为最近我们在做那个一些那个 WooCommerce 东西，所以这一块就是有一个地方我们还在改啊。但是整体来讲，就是 Arrow 这一块啊 ，Arrow 这一块要越低越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
便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维多利亚的这个老的网站吧。这是我跟那个，因为现在他们也在做新的，这是得到校长的授权之后，就是旧网站，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拿着自己的网站，如果你们现在谁愿意的话，你推荐，不管是你的网站还是别人的网站，可以把链接放在 group chat 里，我们现场来看。就是像 Arrow 啊，有很多错的地方的，比比皆是，很多网站都是这样。所以看像这些，像这些，这个是典型的老网站，全都是这个 schema 的问题啊。然后这也是手机适配不行的问题，这个是典型的 robots 有问题，网站地图有问题，语言的问题啊，这些。所以，那么。如果你的站内 SEO 没做好，就相当于说你一个盖房子，你没有把里面的煤气管道、水管、电线接好，你就拿去用，这样的房子只能看不能住啊。那么还有什么叫手机适配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你从 PC 端是那样的，对吧？那好，那我们看一下移动端手机上是什么样。大家看，它手机上也是能看的，该能填表能填表啊，所有这些都是你看。啊，这些服务啊都是在这上面，对吧？一目了然，看着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啊，这是手机的这个啊适配。那么什么叫不能手机适配？举个例子，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哎，这个吧，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51吧，大家都知道51。51它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技术啊，实在是它现在主要的问题，它好多客户的广告都在上面，它没法改。这其实它碰的问题跟当年新浪首页改版一样的问题，改不了，不好改。但是当然新浪它后来想办法改了，但是你大家看51网的手机是这个样子，你说你看啥？你在手机上你能看见啥啊？各位同你们要知道它的这个，如果你还在51上投广告，我不是说它这个广告不好，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如果现在更多人是在手机上看，而51的网站上从手机看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你的广告能有多少点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了啊，手机适配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数据我可能已经给大家看了，对吧？要有数据啊，数据监控，要有站内 SEO， 手机适配。那么关于这个美观来讲，这个就是好多人不注重，说哎呀，差不多做一个就得了。这就是你差不多做一个就得了。你觉得这样的店，你要是线下店，你就想这样的店更吸引人，还是这样的店更吸引人，对吧？然后呢，就是现在尤其是年轻人，他会喜欢高端大气上档次。其实就像你出门去见你的客户。你是穿这个睡衣或者裤衩背心就出去了，还是要稍微的整理一下？如果你比如说就是像 Jenny 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我肯定要稍微的哈吹吹头化化妆化点淡妆嘛，要如果我要是这个，他们前一阵不是之前网上有那种说这个 Zoom 开会如果开视频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头人模人样的，然后不开视频的脑袋就乱七八糟的，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啊，这样穿个睡衣就出来了。所以其实一样的道理啊，线下跟线上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你要是把这个很好的形象给客户，而且特别是年轻人，80后90后00后，大家也知道这些年中国发展的非常快，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尤其是年轻人，他生活水平也比较好。你如果说啊弄成这个样子的东西，他是根本就不会来跟你达成什么这个合作或者交易的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手机适配的啊重要性，所以啊有很多的网站说啊它是自动手机适配，不是这样的。我跟大家看这个就能看了，它从后面，如果你要是这种完美适配的话，一定要这个代码要重新去做的。啊，它要有一个站内的 SEO 优化，那这个就是这个 Google Analytics， 刚刚我说的其实很简单，你在这个有一个，是所有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讲，你看着是代码，实际上全都是它给你做好，你只需要一个邮箱，然后在这个 Analytics 这个网址填进去，它就自动给你生成一个代码，你只要放在你的网站里的某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所以这些代码都不需要你写，它全都是系统自动生成的。然后呢，这个配合这所有，你就可以有你的网站就可以给你哗哗哗来带这种用户啊。然后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做与不做的这个差别，这是两个啊网站，两个医美网站啊，那么它的访问量能够差100倍啊，这是我们看的后台的数据，所以差距就是这么大。然后呢，但是有一点还要跟大家讲，就是有网站之后你还要增加这个流量，用什么呢？最快的啊就是 Google Ads， 做 谷歌竞价排名广告。那么我们会给大家讲，那这个 search 广告会出现在什么位置。那么大家看，一般你要说比如说你 through Toronto Furniture Store， 那么凡是带这种 AD 的啊，这都是 search 广告。那么还有呢 display 广告，哎，它是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下，因为它是有这种图片，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给客户做的啊，在手机上它是这样，在电脑是这样，在 pad 上是这样。那么还有它的这个就是 shopping 的广告，那么它要么是出现在你比如说你还是搜索 Toronto Office Desk， 它出现在这里，或者是出现在右边。还有那个 video 广告，那么这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些这个推广，效果也特别好。就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做 video 的广告来的啊。所以不是说这个他不，有人说哎呀 video 广告不合不是，你得看你怎么做啊。这个还有做 app 的广告啊 ，app 在这里推广出现的广告，还有 smart 广告，这也特别好。这个是 Google 啊，就是效果是最好的这个广告，但是它的技巧性也是最高的啊。那么还有 discovery， 这是新出的吧？新出的这个广告，它在各处就是。你做完了以后就是如影随形啊，到处都是。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客户提供这样素材，你比如车，你就放3张车的照片，然后这几个字儿你是要提供给这个，像就是然后我们会给你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广告啊。那包括像如果说是还有这种动画的效果，广告其实不是光是说谷歌广告 ，Facebook、Ins 也有广告，这就是我跟大家讲，会做的跟不会做差距非常大，啊，所以你要学，不学的话，这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会在课上会教给大家怎么做，否则的话你不要去这个浪费钱，然后效果还不好。那么包括像头条啊、微博呀、WeChat 的广告有很多很多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SEO 搜索引擎优化啊，我们很快的过一下。SEO， 这是我跟大家说了，我们做了一个推广，一周内就获得500多个这个，但是 SEO 它要稍微慢一点，一般来讲2-3个月开始见效，然后真正带来流量比较大的要3-6个月啊，要跟行业竞争相关啊，但是你去问这种新人的公司，基本上他们都要半年以上，这个我在课上会给大家讲它这个差别，什么概念？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还不是最明显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吧，我给大家看一下，还是以我们网站为例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搜北美互联网营销，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是看到了吗？这个是 AD， 它是广告，这点进去一个就是钱呐 这一个点进去就是钱，这一个点进去就是钱啊，这点进去都是钱，看到我们这儿没有 AD， 这就是 SEO 出来的，那么这个 SEO 的结果。这个流量是大的，因为通常来讲在这个页面上我们管这种流量叫 organic 的流量， organic 的流量大概是占到整个流量的 78%， 而且这种用户的转化是非常精准的，我们大概做了半年吧，我们做了半年就是类似的关键词的第一都是我们，别人是要花钱的，而我们是不花钱的啊，举个例子，所以有人说这个我怎么能够得到哈？这个也是，你看我再换一个词，刚刚这个是这个北美互联网营销，我再换一个词，北美网络营销。你看前面它是这每一个点击，咱们就不点了啊，这个点到时候那个让人花钱了，人家我如果点一下，人家这个广告公司，人家这个公司就得花几美元啊，这点一下人就得花几美元，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这两个全是我们的网站啊，这都是不花钱的。而且点这儿的人是这个的啊3倍，所以广告就是快，而这个要花钱，而这个 SEO 呢，它就是这个就是要慢一点，但是它不花钱啊。包括像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local business 会做这样的 SEO，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的 review 啊，74个 review， 这全都是。我们的学员，然后对我们公司的
啊，评价等等这些东西啊，这是 local business 当地的啊，你做这种，像刚才这种呢，可能就是全世界，比如说他在中国来搜北美互联网营销，或者他在英国来搜这个词，然后出现的，哇，前面都是我们，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啊，这个我们都有截屏，然后呢，你看像我们不光是一关键词，比如说第一批我们做了118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这些词你怎么搜第一个都是我们，这样流量就会源源不断。那么 SEO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比如有的时候它不能做 SEM， 比如说这是之前我们给一个客户做，就发现 COVID-19 之间那期间它这个是有一些这种需要你店内体验的服务，他连广告都给你停了，你看到了吗？就这个。然后后来我们就帮客户找了个空，发现 Markham 还地区还没给进，后来把广告做上去了，结果过了俩礼拜也给停了。Whatever， 这个就是，所以我们 SEO 课程要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SEO。刚才我给大家看了啊，97%的人看搜索引擎只看第一页，那么付费广告 SEM 这块啊占22%左右 ，SEO 啊，这个 organic 的啊，就刚才我们所出现那个位置，78%的人是只看这部分流量的。那么，所以不做 SEO 的房子就像荒野中的啊，不做 SEO 的网站就像荒野中的房子，不通水、不通电、不通煤气啊。那么我们从后台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种种，比如说我们以 Amazon 为例，它的竞争对手都是谁？这些竞争对手跟它相比在什么位置？这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有的同学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竞争对手是谁，我们结果通过网上就给他找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是自然流量的竞争对手，这是付费流量竞争对手，用我们专业的软件一查就是。所以在过去，它的这是一个企业之前2年多的时间吧，之前做优化前，它一半的流量都是付费，而这个时候它整个流量只有5000多。到 SEO 2年多之后，它整个流量已经一个月大概达到了70万左右。那么它的付费广告流量特别少，而将近60%是搜索引擎的这个啊来的流量，这都是免费流量啊。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它70万一直打广告的话，一个月30多万的流量要靠广告来的话，一个点击就算最便宜1美元，便宜点1美元一个也要35万美元，我天，多少钱啊？当然，我们还会给大家看这种，就是吸人的这种啊广告报价，我们给它翻译成中文啊，这样让大家这个啊给大家这个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好，社交媒体营销这个就啊这么多社交媒体这么多用户，看看23个亿、19个亿、16个亿什么这人呢、啊、你怎么把用户抓过来啊，这么便宜对吧，2.5块一个，然后发展非常迅猛啊，这么漂亮 ，Instagram 漂亮，怎么做？一筹莫展。我们会在课上教大家如何去做这个啊 ，take advantage of it， 去占尽它的好处，把别人的客户抢来作为自己的客户。那么它的好处我就不说了，这种很多了啊。然后其实说一点，以前在这个做微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太多的成功案例了，就是几乎所有的客户买广告没有不要这种 social media 的这个广告的，因为尤其是这个它是从抢客户这块真的太牛了啊，就是从竞争对手那里直接抢客户。如果说搜索引擎是还得这个靠客户去主动找你的话，这个 social media 真的是可以去主动出击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会玩 social media 的人跟不会玩 social media 的人的一个差距在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他们家把这个鸡养肥了，你直接拎过来就可以了。所以怎么拎，我们会在课上给大家讲的啊。然后对这个我们会主要讲像 YouTube 啊、Facebook、Ins 啊、微信啊，还有这个几种的这个玩法很多呢啊。啊，这是我自己个人，大家可以看这个是啊，我现在差不多900多个吧，这个 LinkedIn 上的这个连接人，而且他们不是说普通的或者华人或者都是西人主流的。你比如说，这是我们那个万锦的市长，他就是上次那个副省长那个 Elizabeth 来，就今年来这个邀请女企业家做的活动，然后那个 Frank 给我发的那个 LinkedIn 在那个在网上发的那个邀请函，因为他也就是在网上认识我的。
然后这是E-Trade 是北美一个特别大的挺牛的一个股票的上市，就是股票交易平台啊。这个 Colin 呢是这个加拿大区的这个那个 CEO， 后来是去了那个 Osler， 也是加拿大最有名的律所里面的这个首席客户官，然后他邀请我去参加了他们主办的一个啊叫北美科技高科技人才女性的这么一个峰会，然后像谷歌呀 Facebook 啊什么 Amazon 那些副总裁什么都去了啊。那么所以我们会在课上教大家怎么做 Facebook Ins 的那个广告，包括用户管理。你看像这个就是很明确，大家就说哎呀我什么时候发呀，白天晚上发是不是一样啊？不一样啊。比如看这个数据，这是某一个行业，我只选某一个行业。那么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期间是最好的发布的时间，还有呢是礼拜三的11点到12点期间是最好的发布时间。那么在这是 ins 的，然后 Facebook好的时间就是这些深色的啊，所以它是每周几的几点到几点，每个行业不同它都有这个表啊，你是可以按照这个。而且呢 Facebook 比像谷歌的平台好的地方在于每个客户你看他的年龄他的性别他的上网的时间一目了然，你想抓什么客户就抓什么客户，真的就是一盘菜摆在那儿随便你挑，你就跟涮火锅似的你就随便挑。我可以给他们大家看一下它的平台的后面的广告的后面啊，你是可以按地图来定位的，你是可以定位这个年龄，比如说我现在就要30岁到60岁65岁的啊，你可以随便选每一年的都可以。你说我性别是男的女的还是不限，然后我说哎，我可能就主攻华人客户，我就语言就要这个中文，而且还就是这个普通话啊，这个粤语都不行啊，你可以来定。然后它右边随时来变换，你预估能达到多少位用户，那么你的人群你能够这个链接点击是多少，随时一直在就是所见即所得啊。所以大家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网络营销的数据有多么强大。你用传统的那种，你说你在门户网站上做广告啊，你在投报纸广告啊，你弄个路牌广告啊，你放一个电视广告，你怎么可能得到这些数据？所以大家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感觉了没，会网络营销的人跟不会网络营销的人做生意，你不会做网络营销的人现在还敢去做生意，那基本上就跟赤手空拳然后就是冲着子弹这个子弹里头飞啊，人家那边都不是光是子弹，人都是飞机大炮机关枪，您就是太平天国啊，光着上身赤着打着赤膊拿着把大刀冲上去了，就是毫无竞争力。所以你不被淘汰谁被淘汰我不知道。就是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今天大家来听这个课，包括你来听到这个课，其实我觉得就应该很开心，要为自己自豪一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你要学这个东西。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菜都送到您嘴边了，您现在都不带咬一口的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被淘汰的命运也是应该的吧。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比较很直白，我希望我的直白能够惊醒那些还没有下决心去学网络营销的人啊。好，短视频直播我们这个就更多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像这个一个3分钟的短视频怎么让这个章丘铁锅这个一下子销量增长6000倍啊，然后这个飞鹤奶粉是怎么通过它这个成功的视频营销，然后在这个中国的奶粉行业里排名第一啊，然后怎么利用 YouTube 来，你看看 YouTube 在这个行业里这个优势啊有多大，我的天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研究 YouTube 啊，一个这个7、8岁的小朋友去年7岁，一年就2200万美元的收入啊，然后。我们是怎么来做这个地产视频的，就这个有好多的，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设备啊，做这个一般的这种视频其实都是够用了啊。我们也会在课上教大家怎么用手机去剪辑这种专业级的短视频啊，然后 YouTube 怎么来做广告啊，怎么利用这种产品的红利期推广自己的企业和服务
啊，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视频号啊，现在在开始在做了。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有通过这个课呢，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网络营销的这个意识。然后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一个之前我是做哪个频道都比较赚钱，那么其实它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有一套流程的，而且呢很多经验是特别重要的。刚才好多同学就说让我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对，就是分享一下怎么来这个，有人就是我们有学生吧，就是被这个美国的公司告了4000美元罚款，然后说怎么办啊，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吧。是这样啊，其实如果你们看一下我最近一期那个北美网络营销的公众号，那个里头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现在有相当多的这种公司叫不是律所和律师是吃这个饭的，就是他会到各个网站上去找那些没有版权的图片，或者他本身就跟一些这个小的这种图片的这种网站然后来合作啊，或者他自己就是本身就是那样的人，然后呢他们故意把一些图片放出去然后让你去用，用完了以后他就因为他那个图片是有代码，他能追踪过去，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侵权了啊，你要来这个，他就是专门吃这碗饭的，就专门像你举个例子，我们过去我们那时候我做一个频道一年怎么也得碰个10次20次这种情况，一般小钱呢就不去理他了。为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尤其他是美国，他跟你打官司，你首先想他打这个官司他的律师费得花几千美元，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还有一种呢，他本身都不是律师，他就是那种诈骗的啊，他上来就给你煞有介事似的说啊你侵权了怎样怎样。所以一般来讲你要去区分说第一他是这种诈骗的还是这种真的侵权。那如果说是诈骗的你真的就不用理他啊，然后这个如果真的是侵权了，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办法啊，因为我们那个同学就是这个情况跟情况不一样了，所以像那个同学他那个基本上就是诈骗就不用理他了就完了。如果你要是觉得说还有担心，那你如果这篇文章这个图片不是说特别的重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删掉。然后我在我们的这个同学群里就分享一个叫我们去找那些比较好那种图库，其实这点我跟大家讲，就有的时候不要贪小便宜，一般的那种付费图库一年大概也就交个从100-200人民币到100-200美元这样一个费用，然后那里有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可以供你用。那么我个人觉得呢，付费的有一个保障，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版权官司，就像之前我们说的视觉中国那种啊，那你是可以把责任推到这个付费平台由他去解决的，而且通常这种情况侵权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你要是用那种免费的这种平台上的这些图片，如果万一真的侵权的话，可能就是也要看你的公司的具体情况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因为这就是之前上市公司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都鸟都有，或者树大招风嘛，然后像那个上市公司做到那个级别他有钱，所以大家都盯着他，谁都想从这个上市公司这个身上啃一口肉下来，所以当时我们在这种方面也要去区分啊。所以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这个不同情况不同解决方法，那么核心就是如果你还没这个开始太多的网络营销，因为刚才我说了它就是 PPP 生意嘛，那你注意要从有版权的地方去拿图片和视频，如果已经发生了你就要去很好的去了解对方到底是诈骗还是真的是版权诉讼，如果他要的这个价格比诉讼要高很多你再去认真考虑，如果他的这个要的价钱比诉讼费要低很多那你就可以考虑了。如果他愿意去打为了几千块钱去打这个官司花这个很长时间，因为像这种版权官司嘛，时间互相举证啊打官司啊请律师啊时间很长，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问题倒不大，但是我不能说哈，就不用管啊，大家都不用注重版权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佳健老师不是这个意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吧？就是跟大家说要注重版权，因为有的专门的律师和律所就吃这碗饭，一年靠这个能赚上百万。好了，这个就是简单的就是初一的一些基本情况，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课的评价，这个我想这个就不多说了。其实很多同学听过我们的公开课，就已经知道大概情况了。主要就是网站啊、短视频啊、SEO、SEM，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今天我们主要是那个分享，我们就不说太多的这个课程的事情了。我看看啊，校长这边，我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我看啊，Betty 说有用英文上的课吗？像儿子上的课。我目前吧是这个是主要是中文讲，然后以后会开英文，但是英文会主要是讲这个微信啊这种内容，可能跟这个还不大一样。渥太华西人寿房网站啊，这个回头我会把这个课件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你可以到时候去看，好吧？然后看看还有其他同学。盗图的我已经讲过了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那大家这个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在我们群里头，然后校长在吗？Hello，Hello，Hello。Hello，亲爱的小伙伴们，哇，我看到了大家，这个，因为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新浪女神，我们的美女对您今天晚上有帮助的话，请热烈的举手，对我们的 Jenny 老师表示一下感谢。哇哦，小伙伴们举手明显的热烈于刚开始，大伙儿现在知道 Jenny 老师人家是真的有水平，对吧？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4点半，我们继续可以和我们的美女老师，在网络营销的海洋当中，遨游满满的干货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我们的Jenny 老师的群里来呢？第一，Jenny 老师呢会给每个人做一个半小时的答疑，现在是10点钟，没想到 Jenny 老师讲了这么久啊，美女永远都是不惜力气的给大伙讲啊，真是特别特别实在的一个美女啊，这个真的是要感谢一下啊，感谢一下我们的 Jenny 老师。那所以呢，我们大伙可以进到我们 Jenny 老师的叫做内容营销这个群里来，然后呢，我们在里边呢，Jenny 老师会有半个小时答疑的时间。怎么进呢？大家拿起我们的手机来。那我们呢，一种方案呢，就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共学营，回到我们自己的营，一二三四五六七，回到这七个群当中。那在这七个群当中呢，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的 Coordinator Devin 已经呢把我们的这个群码发回去到群里来。那第二种方案呢，大家可以呢拿着手机扫一下我们屏幕的右边的唯一的一个二维码，是我们 David 的二维码，然后大家回复互联网营销，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美女 Jenny 老师的互联网营销的群当中，跟着最好的老师成为最好的自己。那亲爱的小伙伴们，那今天的日签是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啊，真的是说得太棒了，我完全同意，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那理想的生活怎样获得呢？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所以呢，亲爱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 Jenny 老师，成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呢从一个网络营销的小白秒变达人。那我们这个星期六盼望着和大伙再一次，在直播间里不见不散。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 Jenny 老师呢将进入到我们的互联网营销群里，给大家有半个小时的答疑。那亲爱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给美女最好的礼物就是鲜花和掌声，所以不要忘记啊，给我们的 Jenny 老师啊鲜花和掌声。大伙准备好的话，那就让我们到群里来，然后呢等待给老师呢，有看到有太多太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大伙现在是刷屏的感谢啊，所以呢大伙呢可以呢用鲜花和掌声准备一下，欢迎一下我们的老师，另外可以问一下问题。好的，亲爱的小伙伴们，非常感谢我们再一次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周四的晚上。
那我们明天晚上呢，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晚上没有共学营的活动，但是我们星期六呢是有全天的，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的讲座。那我们星期六呢下午1点钟的讲座，我们会在上午11点，明天也会提前发给大家 Zoom 直播号，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呢星期六的晚上8点有一场共学营，就是我们呢这个叫做投资家，我们这个特别自律牛叉的人啊，就是我们的Bill叶老师。然后呢他会告诉大家怎样这个呢这么多年这个他钻研出来成为一名投资家的共性，来毫无保留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亲爱的小伙伴们呢，我们星期六能够再一次在直播间里和大家见面，谢谢。那我们再一次要说晚安的时候了，那我们的音乐即将响起，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举手，对我们今天晚上的我们的美女 Jenny 老师表示一个热烈的感谢。然后呢 Jenny 老师辛苦了，然后 Jenny 老师谢谢校长，谢谢大家，好，拜拜，谢谢。